好，走吧。我们接着要逛二楼，我们在一楼啊，其实没有，就是买漂白水，还有厕所用的那个芳香锭，应该算芳香锭。你有没有发现大家的眼神都很呆滞？因为其实我们对真的，这个我们吃得完。这我们吃不完，我们家只有你一个人喜欢吃。没有，姐姐喜欢啊。姐姐你喜欢吃沙琪玛吗？姐姐在暗自。我觉得我们只要早一点。阿修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全联的时候再买。阿公现在还有卖吗？这太大了啦！哎呦，你知道这有多少吗？这有这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63、64。阿呦，真的很爱吃淀粉。我要吃沙琪玛，少一点的。我们再去前面逛逛，沙琪玛一定不止一个品牌。对啊，那太多了啦！哎呦，或者是下次我们去全联的时候再买啦。你这个沙琪玛。这剩太多，好，那我们再去。好，走。悠悠，你看你那个。好，我们看里面有没有小的沙琪玛。有啊，有小的沙琪玛那边啊。对啊，这个啊，这样。啊，可是这个是，哎呦，这也是你喜欢的啊。这个可以吗？这样才8个啊，而且有坚果哦。我要一般的沙坚果。你要一般的是不是？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一般的。你那个真的太多了啦。要找一般的沙琪玛。姐姐的最爱在这，不是姐姐，你的最爱在这啦，金黄蜂糖腰果。你想吃这个？你想吃这个？你问妈咪。那为什么包装不一样？这个比较大包啊，家乐福都卖比较大包。我建议你这个就好了啦，你要吃海苔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不就？那个是寿司口味。就是海苔寿司啊。我要吃海苔，不是吃海苔寿司。这个味道吃起来可能会差不多。我建议你买这个就好，这个其实乐事的海苔寿司也蛮好吃的。我有吃过，我小时候也超爱吃的，小时候它好像不是叫乐事。好像叫波卡还是叫什么的，那个好吃，我不骗你。我以前很爱吃。那个卷草看起来比较好吃。哪一个？你说米兰诺、哦，这个也蛮好吃的、啊。这个是七七红雅的，你选一样啦，让你选一样。我把这个，因为这个比看起来比较大。好啊，好啊。你觉得开了，这里面应该是一小包，这是一大包。对啊，你那个可以慢慢吃啊，米兰诺蛮好吃的。阿尤，不知道我们找到他的沙琪玛，我们去找妈咪。妈咪在哪？妈咪在这里了。哎、欸，阿尤找到沙琪玛吗？哎、欸，妈妈这边很多沙琪玛、啊。阿尤这里都是沙琪玛、啊，你挑一个不要这么多的。你过来先看嘛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少，你要原味的是不是？原味的是这个啊。
这感觉就比较少，少带一半。嗯，没有，它就是一颗葡萄干，那个也有，还是你要看那边的，那个也类似。对啊。对。嗯，你选一个。姐姐，我要放回去，我只讲。我只跟他们讲说，只能一人选一个。我跟他说你要买蜜兰诺，我记得上次阿妈买，我觉得还好。嗯，然后他就放回去。我记得蜜兰诺蛮好吃啊。我要真的果的。你选一个吗？这种很小的，然后好多个。可是这个那个颜色看起来，你吃原味的啊？这个你看有挑过的牌子吗？哎呦，不然你就吃这个，这个就是沙琪玛这个啊。这是黑糖。你要黑糖的原味的。你说什么？不是，姐姐，你买沙琪玛，然后我买另外一个。他不想要沙琪玛，后来姐姐挑一个这个，这个是蛋黄饼。你确定哦？好。我不知道了。姐姐，你可以想好了吗？姐姐是个很犹豫不决的人，从以前就是这样。你姐就没有买沙琪玛，为什么要强迫她买沙琪？哎呦，你不是想吃沙琪玛，现在让你挑，你又沙琪玛还有这个啊，那你就挑那个，你阿优也很喜欢吃这个，你就吃这个啊。你就买那个啊，你到底要买什么？对啊，你就买这个，今天就一人挑一样，你们决定好的。我买那个是这个，那个是这个，这个还是那个。你比较喜欢吃这个，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？这个是比较久，那个是。你可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这次吃个，下次如果我去逛全联，再让你挑一样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买另外一个。你只要挑一个。那全联不太有沙琪玛吧？全联有，也有，只是你没有吃。你只要挑一个你现在想吃的。我现在想吃。等我。好，最后，最后，天哪，买了牛奶饼，然后又买了巧克力派。他家的巧克力很多哎。那原本就超多的啊。他有一些看起来很高级耶。对啊，他巧克力很多啊，他本来就现在进口商。我不要再买巧克力，因为进口商品，进口商品很多。我就要吃一个。我有个好的朋友，那个哦，这个很有名耶，这个巧克力。哪一个？这个巧克力啊，好贵哦。Tom 249。我们还没吃完，我们家里还有巧克力。这巧克力非常有。安利你不能买哦。我没有买，而且那个249，我没买啊。那个是放回去，我只看一下又放回去，我只说那个很有，我很理智的。姐姐，我们有要买在那个。对啊。坚果，我们才刚买了一大堆腰果，从越南，所以不用。卖什么？哦，我知道。老公还有卖沙琪玛？有吧？我记得我在讲话。阿公还有卖沙琪玛？不知道。这边咖啡，这边会有卖你平常喝的咖啡吗？有卖，而且听说他有时候会特有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有啊有啊，旧街场在这。它有好多新口味。可是你不是？这个我就没看过。在特浓，它有特浓，你有特浓二合二一的吗？没有。在这里哦，就剩两包。那你就买两包啊。而且还真的比较便宜。又比较便宜哦。159。全年卖63吗？
不然，可是榛果如果会甜呢、欸？你要看它有没有甜啊。三合一。对啊，三合一你就，对啊。就不用，你顶多对啊。那说它大喝就这是什么的？减糖分。哎、欸，你们下次要喝喝看，阿华甜，你要喝吗？为什么？美露不一样吗？喝起来。我不晓得哎、欸。可能专业一点的会喝起来会有点不一样吧。像我是专业的都很好喝。啊，因为你喝的。我觉得我应该喝得出啊。我觉得我应该觉得会不会觉得卖牛奶有点。不然我们来拍一集。那一个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觉得我应该喝得出。好，我们下一次拍一集盲测美露刚。泡面应该很多那种，你一吃就知道是什么。比如说统一肉燥。统一肉燥面吃，当然就一吃就知道是什么、啊。就一吃就知道。统一统一肉燥，我们秘密怎么吃不出来？我要去拿奶酒。你们先，我去先去拿酒。我觉得就是啤酒不用拿，先不用拿，因为啤酒家里还有一些没喝完，而且啤酒比较去全联都买得到，奶酒就比较就是稍微比较难买一点，全联没有卖。在这里买一罐贝里斯的 Original。然后刚才新年蔡林讲就是这个甘源，这个其实也很好吃，这个、牌子。可是这之前我们是在大陆买的、啊，那时候是黄晓明代言的，可是很好吃。妈咪，你为什么不吃掉的？只是就不要多买多吃咯，跟我一样多买多喝。你干嘛买酒？你为什么拿酒？我拿一瓶酒。那个？那个又不是香槟。我们买的那个都还没喝，你要喝。帮你拍照，好。妈咪要帮你照。就当做你已经去过复活岛。不要，那我不要拍照了。阿优一直想去复活岛。我外拍了。他觉得这个很可爱。你做什么表情？我跟你讲，我一年后再问你说，你这张照片在哪里拍的？我一定不知道。复活岛啊，在复活岛拍的。是啊，是在家。哎、欸，我重拍一下，我不小心跌到它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怕跑断掉？三。好。走。好看。我们去挑鲜奶。姐姐，你不要一直靠着了。你干嘛喝这个？没有关系。哪一个？这是什么酒啊？不好摘，可能威士忌之类的吧。我不晓得、欸，应该不是啦，看起来不是。好了，走吧，走吧。看不出来。他等下鼻孔喷气。你香槟开在家里的啊？对，车上有两瓶，那个厂商给的那个。美酒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要把这个放回去啊。那个是奶酒，那不是美酒。我就叫你。在哪里有啊？没有，我要进入好吃的了。不要每次看价格的。买不到口罩吗？啊，先拿买哪一个牌子？我们进去逛，看我们一番鲜。哦，有一番鲜吗？有。有哎、欸，阿优拿一瓶一番鲜，一番鲜159块。阿优在看日期，
样啊，都一样就随便啦、啊。要。可以现在喝吗？你问妈咪，妈咪说可以就。啊，因为你也挑一个。你要买这么大罐吗？就是小罐。有啊，小罐就等于那么多。这个吗？我说你要买这个。这个是不是一次要喝完？那个一定要一次喝完啊。这么大罐一次喝完？对啊，那个一定要一次喝完啊。就真的没有，就只有那个。等等，你叫我买那个。你买这个啊。减糖25%，高纤零脂肪，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你搞不好到喝这个，那个就过期了。哈、啊，这个不会过期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多久？好，算了啦，那不要好了。好，你就拿这瓶啦，你喝不完，我再帮你喝。喝得完吧？那两天到也有了没？好。悠悠最爱，它比较便宜耶。悠悠在最爱喝的就是麦牛奶。木瓜牛奶最浓的是统一的、啊，超级好。对啊，走。我好笨手，我不要买这个了，我很不喜欢。你要买什么？可是这个光泉比较好喝啊，它也是光泉的，就是做瑞穗哦，瑞穗是比较大瓶的。没有，我有时候喝这个，有时候哦，要让你买这个。好啦，买这个就好，走吧。那你买好久不见了，新年快乐，那个阿姨新年。走吧。新年快乐，妈妈呢？在哪里？哦，然后接着要买鸡蛋。这边有卖馒头，鸡蛋，可是冰的鸡蛋比较贵。不要多买大盒，我们要出国了，买一盒就够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出国是3，就下礼拜啦。就下礼拜，我们应该吃得完吧？这么大一盒哪吃得完？你买10块也是不够啊，你怎么样也是要买2盒。好。你怎么样也是要买2盒，一盒也是不够啦。那你不要买这么快。这太大了啦。我们再逛一下。蛋在这里。现在一盒蛋最便宜的是46块。好啊，那就你要买一盒，还再买2盒。放不然你就先买一盒啦，我们一定还会去全联嘛，去全联的时候再买。对啊，我们去全联的时候再买第二盒啊。这更久、喔。这蛋都放很久。它保存期限多久？大成啊，我们之前都买大成的。哦。而且这个也是18号。哦，你说制造是18号，对，那个更应该还好吧，买回去马上就吃了，走吧，买个一盒就好了。哈根达斯，
么会放着？放冰箱干嘛？姐姐想吃什么？芋泥包。你不要买家乐福的、啊、芋泥包，我们找别的牌子买。哦，你看包子还有在哪边？芋泥包。我妈咪也在找。这是火锅鱼丸羊肉炉。我帮姐姐找一个芋泥包看看。包子，走到这觉得自己的肚子有点饿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姐姐刚才想要买这个芋泥包，哎，没有在这。其实我找不到包子，应该还有别的包子了。我们来这边就是要买马铃薯火锅，哎，我不要，你要煮咖喱。包子在这啦。巧克力。嗯？这里。要煮咖喱。咖喱。对啊，我都还没有煮，我都还答应你的，我都还没煮。包子在这，可是这边是馒头，这边是馒头，不算包子，对啊，就没有。家里也有包子，还没有找，家里还有。还有。还有包子。好了，家里吃完再买咯。找妈妈的。你说什么？统一。你想要买统一布丁吗？没有，我刚看了，那边全部都没有统一布丁，只有其他布丁。没有统一布丁哎。他还挂了什么？结果下面什么都没有。统一布丁最好吃。只有其他牌子的布丁，我没有过。包子在这啦，那边真的要买芋泥包在这。要买奇美包子的技术是最比较成熟，因为大部分超商的包子大部分都是奇美的。你还要买什么吗？搭乘。我刚好看到。好吧，你精品哦，不要啦。我其实我讲实在，精品我不晓得这好不好吃，可是精品我之前吃它的，像这种一盒一盒的，都觉得我觉得桂冠的最好吃。但是它没有煎着面。对，我不骗你，姐姐，如果你可以买看这个意大利面，这个这你觉得好吃吗？桂冠的。比飞机上的好吃哦，那不然你买个意大利面啊？有千层面吗？你买这什么？鸡肉葱饼。嗯。马上煎就会马上吃。我们家还有两大坨葱油饼哦。对。对啊。千层面好像没有。我觉得你买那个不如买鸡腿。这边不是有鸡啊？这是。啊，不是那个。所以就要买基地的、啊。没有先等的，算了吧。好。水饺在哪里？你要买水饺啊，吃水饺。买水饺可不可以买基地的？我最爱吃基地。没吃过一。基地的最好吃啦，真的。基地。对，基地水饺。好啊，猪肉高丽菜好，可以吗？
对啊，你要买，对啊，一般就是买猪肉高丽菜啊。你想吃猪肉高丽菜还是猪肉韭菜？你一定是猪肉高丽菜。你要买手工的吗？还是要买不是手工的？手工的它是不是硬核啊？我看一下，我摸一下。对，它是硬核，手工的比较需要空间放。然后那个这个是机器的，姐姐买机器的就好了啦，比较不会占空间。好，手工和机器有什么差别？手工的话就是它用手工捏的，然后机器就是用机器生产，可是很好玩，很多手工啊，它也是最后用机器包完之后用手工再捏一下。哦，有捏一下？有，真的我有看过，很好玩。机器的比较那个。蛋，妈，你不是要买蒜头？这个是什么？黄萝卜啦，剩一个黄色的萝卜，腌制物。你要买什么？这个鱼，好啊。这个料理比较简单，鲶鱼排。买一包这个好。悠悠最喜欢的。对啊。你可以仔细看。可是这个不是冷冻，那一个包普通的。好，你要买猪肉吗？这是鸡肉，这边是鸡肉。好啊，这边是冷冻的，这边是猪肉，而且它是冷藏的哦。对啊，你可以买这个，看你要煎什么啊。这看起来蛮漂亮的，这个壳比较厚一点，可是价格比较高，这个124，这一公克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比较好。你要吃哪一个啦？你自己挑，你要吃。怎么了？来台湾为什么那边可以有那个美国的牛肉？你这个问得很好，这个建议这个你问倒我了，因为他那个有可能是有检验过的。检验过的。我觉得刚才那个肉排很漂亮啊，只是看你要不要吃这么厚的，因为我们平常都吃薄的。这个看起来油脂比较少。对，然后这个是这个比较便宜，哦，可是这个还要切，这不是都好了吗？对啊，你就买着，这蛮漂亮的，可是这个油脂比较多啊，这个油脂比较少。对啊，那我明天早上，那就吃这个啊，124块，那个这个油脂少很多，还是你都可以啊？你要吃油脂多还是油脂少？油脂多就是不用加油，直接切就可以。然后你就买油脂多的啊，对，够多片。好啊好啊，那买这个蛮漂亮的耶，第一次吃，明天来煎这个。为什么要用这个形状是吗？哦，它那个有真空过的。看一下家乐福的牛肉好了，它的肉有分这种就是比较便宜。嗯，就是一般我们去全年这个比较薄的啦，然后这个应该是那种中央工厂出来有真空过的牛肉。
每次看一看都觉得牛肉还是去 Costco 买真的会便宜很多。鸡胸肉这是泰安的，没吃过这个牌子。也有鼎泰丰的，其实鼎泰丰的包子啊，我们之前好久以前我买过，然后其实蛮好吃的。这个是包子吗？对啊，鲜肉大包，然后这是鸡汤，可是它就是贵啦，鸡汤这样就420，鲜肉大包就五个225，稍微贵一点。怎么了？哇！你要吃什么？肚子饿。等一下，我们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小东西可以吃。最好是这边所有东西都关了。我们就去吃宵夜。吃宵夜。带你们去吃永和豆浆。耶，永和豆浆。好啊。姐姐不要靠着哦，哦。差不多了，妈妈，我们还有什么要买的？一样绿色蔬菜啊，蔬菜，蔬菜在前面。你家里有水果吗？妈咪，妈咪，你家里有水果吗？嗯。嗯。现在蔬菜应该都不是很漂亮，因为过年的关系，我猜啦。你决定就好啦。为什么青菜？真的没有农药。嗯。青菜要挑丑丑的。我没有要买。阿贝，你要买马铃薯啊？因为像咖喱里面才会有马铃薯。你要让我先想好再买。根本就没查。对，要查，要查清楚，不然买了这个又缺另外一个。妈咪买了洋葱。嗯，那你这辈子。我一定会查，好不好？我一定会煮，你相信我。哎、欸，我答应你很多事情，我都有做到、欸。哎，只是差一个咖喱饭还没煮，好不好？你已经很久了，至少四个月了吧？对，咖喱饭答应的真的有点久。这个最大，没关系，摸起来已经有点软软了。你要煮洋葱汤哦。萝卜，这是萝卜。没有，家里有肉，我想炖那个肉。萝卜还不烂。现在林买了洋葱，这是我们今天买的东西啊。买了鱼，冷冻的鱼，是白鲶鱼，然后两包旧道场，旧街场的咖啡，然后漂白水，阿优的这个麦芽牛奶，然后还有。这个猪肉片，这个124块，饼干，这也是阿优爱的巧克力派，然后这个是，哎，等我啦，这是天啊挑的本味呈现牛奶饼，奶酒是我的，这是天啊的优酪乳，然后洋葱、白萝卜、猪肉水饺，极地的，然后这个一番鲜蛋，就这样。这是我们今天买的东西。肚子饿。好了，你肚子饿，我们等一下去吃个永和豆浆。
芭比，你的臭臭。啊，你绿色蔬菜有看到吗？我还没看到。臭臭，有没有臭臭吗？这还蛮漂亮的，而且这个产地是台湾的样子。哦，这边有写产地台湾。每盒约这样59块，其实不贵。等妈咪挑蔬菜，我们就结账咯，好不好？妈。这个以前呢、啊，就是这个不是插哪里，这插下面那一台就会退钱，然后你把它推到它原本地方，上面一台的就可以插在这边就可以退钱。可是现在这个它没有在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觉得不需要。这不是鼓励大家把这个放回去才不会用。没错，可是可能就后来家乐福就没有继续用了。这颗蛮漂亮，在台湾的。你买一个那个好啊。这还不是进口，这还不是进口的。还没有 Linky。这个、而且 Linky 已经是有加盟的。该放一元就好了。嗯。该放一元就好，一元放进去没关系。你要买这个吗？还是要买那个就好？要买一颗大的。那一颗49块，价格也还可以。回去都要整理，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买的，不知道会花多少钱。全部买多少钱？我再打在标题。其实我是想要买叶菜。那你就买叶菜啊。这样就一定要买蒜头，就不能炒洋葱的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哦，这是新鲜的香菇。姐姐，不要这样子啦！不要蹲在地上，不好看。这个会被丢在汤里面。那个是白菜，那什么菜？小白菜。小白菜。然后最后买了两个小白菜，蒜头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蒜头我们都买剥好的，然后这边，这叫做牛蒡。要煮什么油？这我就不知道，因为这我很少吃，我非常少吃。是炸牛蒡。好好好，结账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要结账了。肚子好，我肚子非常霹雳无敌的。好啦，各位，拜拜。